总有人问我模式带的什么卡，其实我觉得很奇怪，我带的什么卡没有什么太大关系。卡片这东西，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还有很多猫玩家看了我视频之后说，我悟了，我知道猫怎么玩了。那么我们就做的更详细一点。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地图森林牧场，大部分猫会选择主人房出，然后直接钻湖泊拿药水拿经验蛋糕，然后再回到主人房，然后拿掉主人房的药水。 或者是经验蛋糕，然后再往牛棚去。到了牛棚之后，可以捡到经验蛋糕和药水。如果中间碰到了老鼠，它基本上是很难走掉的。当然了，也可以在牛棚的上面做一些拉扯。打包了机械鼠之后，他们会来到森林，采第一朵花，采第二朵花，然后时间就差不多。 可以开始了。那么我们已经知道猫的第一个思维肯定是去湖泊，所以我们直接去主人房，直接偷它的药水。这时候你会发现猫和机械鼠在湖泊见面了。第一时间没有拿到经验蛋糕，并且没有打包机械鼠，所以它只能摸药水去主人房，然后转牛棚。但这时候有个点，我们已经拿了药水来到了森林，那么第一时间我们就把药水直接换成手枪，然后再把手枪换成奶酪。这时候我们要注意，森林是有药水的，药水的位置分别是洞口的右上角，然后。 然后两朵花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又找到了另一瓶药水，并且这时候队友拿起了我们的枪。这时候肯定会有人问了：猫在做什么？猫在牛棚捡药水啊。然后他捡完药水之后的第一时间会来森林开花。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打法，这种打法也比较适合森林牧场。第一，因为开花的话，老鼠是不知道你的位置的，然后你就可以进行一波反操作。你想想，老鼠都不知道你的位置，如果你还抓不到它的话，那就是操作上的问题。这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猫踩了第一朵花，那么它肯定会去踩第二朵花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三块的奶酪分别是牛棚、码头、森林。那么这三块奶酪能动哪一块呢？以我玩模式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我觉得是码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猫踩第二朵花的时候，它是在森林的左上方，而我们是在码头。 所以他想过来的话，要花一定的时间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码头的奶酪直接搬到湖泊。剧情我们也捋清楚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先摸一张卡牌，直接去码头就好了。但是侦探真的是艺高人胆大，直接去的森林。那么不用想，侦探差不多已经没了。所以这块奶酪。 当时我在犹豫，但是我又并没有犹豫，所以我第一时间去了湖泊。我相信侦探很快就会消失的，和我想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。侦探果然消失了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他是绑森林还是绑牛棚？所以我决定他应该是会绑牛棚的，所以我第一时间去了牛棚。过去的时候忘记了一件事情，现在的护盾。